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新闻继续要来看是嘉义市的九华山地震案，捐款1000万来协助到高雄市的起爆事件。在18号前往高雄市进前，董事长黄俊松是串联到全体的党干事，特别到嘉义市政府来拜会到市长黄明辉。市长黄明辉是相当肯定地震案，展现到嘉义人有情有义的精神。在九华山地震案在现场，也同时来支持到嘉义市政府消防局10万块的奖慰金，来慰问这一届前往高雄协助救灾的警义消队员的辛苦。高雄市气爆意外震撼台湾社会，嘉义市九华山地震案在第一时间宣布捐出1000万，指定优先捐予救灾殉职的警义消人员每一个人50万，不幸死亡的民众每一个人10万块，其他由高雄市政府统筹运用。18号，董事长黄俊松串联着党干事，准备出发到高雄进前，特别前往嘉义市政府拜会市长黄明辉。第三，嘉义市消防局10万块的奖慰金，慰问前往高雄协助救灾的警义消人员的辛苦。我们也知道说，嘉义市的救灾哈，由那个游局长还有处长哈带领之下，他们到高雄去好几天、好几夜的那么辛苦，所以我们觉得说，他们这样完圆满达成就回来，那地藏庵啊这些董监觉得应该跟他们哈稍微慰问一下、加菜一下，所以我们就今天也再提出10万块的加菜金。给那个警义消的这些救护大队，特别感谢他们的辛劳。嘉义市长明辉信赞地藏庵发扬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，也展现着嘉义人有情有义的精神。我非常谢谢黄董事长跟所有的董监事，一直都带着嘉义人、咱嘉义人的特殊的精神，有情有义，而且做该做的。那大家很节俭下来的钱，可是我们却愿意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去努力，我想这就是嘉义人的精神。九华山地震案全体党干事伫咧地震拜会了后，由嘉义市政府社会处长张冠希同行前往高雄市来捐款。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嘛，呼吁市民朋友发挥爱心，对接入期直到8月22号为止，会当透过嘉义市政府社会救助金账户捐款。如果有疑问，会当敲电话到2220-0072来查询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山、江义奇采访报道。